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 Lauto Oldman。今天呢，我们来玩这款游戏呢，叫做《侏罗纪狩猎》哦。这款游戏呢，是在 Steam 上面的一款 PC game。然后它的玩法有点像之前我在拍那个手机游戏的《猎龙高手》吧。然后现在特价38块钱哦，感觉就是一个粪 game， 有一种粪味哦。它的原价好像130几块吧，现在特价38。那不知道这个游戏到底好不好玩？就想做38块嘛，就姑且买下来稍微体验一下到底有多份哦。然后呢，很庆幸的是它居然有支援中文，那么我们就直接开始好了，好不好？那个反正就是分 game 吧，搞不好等一下玩出兴趣了，就直接一路拍到底也有可能啊。好、哦，那我们现在刚开始的武器这方面好像就是只有散弹枪吧，其他都要钱，什么狙击步枪啊，350啊，然后为什么这游戏 BGM 这么小声？挺小声的，就是了。啊，算了，不管了，就先这个样子。然后结果是什么？这应该类似像成就的东西吧。好，我们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先从第一关开始。第一关是什么？狩猎啊，这种一二三，这什么？还有什么？什么？一只小恐龙，第二只小恐龙。第二只这个是什么啊？虽然不知道，真的什么都不知道，直接开始了，到底要怎么玩啊？啊，为了开始游戏，下一集要跟 Enter 好。怎么会有一只狗？为什么这游戏有一只狗？其实讲实在，这游戏画质其实还不赖吧，整体来讲我觉得还不错啦。BGM 该不会就同一手一直不断的轮播这样子？我看那边有一只啊，到底有没有射到啊 ？Hello， 有，哇塞，这个判断也太烂了吧！好啦，杀了一只，我靠，会瞬移哎，完了，38块吧，对不对？好啦，可以理解。然后靠近的时候，居然要给它收集成皮肤啊！原来是皮肤的意思。我觉得我们要靠近一点攻击哦。这款游戏38块哦，还好我是特价买了，不然我可能干干叫了。这是甲龙嘛，近距离攻击比较容易打得到啦。你死就死，你飞那么远干什么啊？哇塞，这游戏没问题吗？有点想退钱嘞，没有啦。38块，冷静，38块而已，好不好？冷静，38块。好，我们还要一个皮肤，我们还要再一个皮肤，最后一只在哪里？我们的灵犬莱西呢？已经闻到味道了，我们跟着他走。一进来什么都没有教你啊，就一只狗跟一把散弹枪没了。莱西，你要带我去哪里？莱西。莱西，你走慢一点，莱西，我连跳都不能跳。哇塞，这家伙只能用走的。我靠，居然肿头龙，没有，这冥河龙啊！这什么烂判定啊？这受不了啊 ！Hello， 你该有的一些，我觉得这该有的一些打击感还是要有啊。哇，收集完三个皮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直接上车了。第一关就这样子结束了。喂，好棒哦 ！Oh why？ Yeah， 过关了。5颗星，哈哈哈，新的级别。下一关是吧？这一关是什么？啊，有没有 BOSS 战啊？新的级别啊，莱西，快点啊！下一只恐龙在哪里？我看见了，天哪！哇，这种会攻击，哇，这个枪完全没有后坐力，就瞬移了。哇，没有后坐力的神枪哇，看来连发不是梦啊！我告诉你，我这游戏火箭筒也没有后坐力，直直的给你射下去，是不是？我这游戏。前面这几应该是说第一关是收集皮肤，搞不好这个也是收集皮肤，会不会以后的关卡全部都是收集皮肤啊？我看到后面，然后我就要在这种并不是感觉很大的一张小圆图，
等恐龙出现。啊，你丢。哦，你看又开过去了。哇塞，这游戏好像是2018年出的吧？到现在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，超屌的。感觉就是游戏上市之后就放在那边给它飞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哦，无所谓啊，反正要买就买啊，不买我也没差那种感觉，好吧？哦，那我也无所谓啊。哎，啊，最后一只哪里？灵犬莱西，快点告诉我，他妈的 ！Hello， 为什么直接显示车啊？这一关只要收集两个皮革就好了。好哦，哎，而且我觉得这很奇怪。你收集完皮革就直接结束就好，你还要走回去上车干什么？多这一个环节会有比较刺激吗？感觉并没有哎、欸。哎，好了，我们现在有哦，这个是加500块吧，对不对？我看一下我们现在多少钱，我们现在500块了。耶、yeah, ，我们可以买这个狙击步枪了，哇、哦！哎，我们好像还可以解锁下一个，等我看一下地点，3500啊，没有钱，对不起。哦，这个第三关，这个十字弩是什么意思啊？试试看。哇，有点大只，有点大只就是了。右键。有。嗯？死了？哇哦，这么弱。我还以为会很刺激，说，哎、欸。林北皮革没有来，在跟我开玩笑啊？随便啦、啊。新的级别，什么？两只那个巴西虾米龙哎，嘿，然后呢，三个皮肤。哦，我、哦、看到看到了，哦，很开，这样子要节奏，咦、欸、嘿嘿嘿嘿，跟着我的节奏走，这样子，这么嗨啊、哦？哇，我没有射死他是不是？哦，他过来了。来啊！越来越激动了，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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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什么东西？爆头，水哦！哦，捡一下皮革。那这样子，我们还剩下几个啊？不对啊，它有两只恐龙，怎么可能会生出三个皮肤呢？这不太对吧？还是说那个下面那个牛骷髅是 BOSS 是不是？哎呦哎呦哎！哎呦！哎呦！哎呦 ！Oh my god！ 不要是摇头晃脑的，会死，会死 ！Oh my gosh！ 真的是，等我捡完皮肤好不好？那边还有个皮肤，我来了，有捡到了，呵，这关算大功告成。哦，至今为止呢，我感觉这款游戏好像就只是这样子而已，感觉没有别的了。啊、哦，新的级别，耶、yeah, ！我们有1000块了，我看一下，我们1000块可以干嘛？好像不能干嘛。没有错，我们后面的精密步枪呢要1500。哦，最高级就是猎人的步枪，哎、欸，6500。哦，还有载具，我都忘记了。哦，可以携带的皮肤量哦，好像也还好哎。然后呢，再来呢，我们哎、欸，我们刚过了哪一关了、啊？哎、欸，他这都没有标记，你有过关了、啊？好，算了，直接第五关。来下一集，感觉我们的灵犬莱西都没在做事哎，做事啊，灵犬莱西在干什么？哎，啊龙呢？我们的龙哥哥，这上面那个图示应该是三角龙吧？没看到三角龙，三角龙呢 ？Hello， 没看见。灵犬莱西闻到味道，我看见了。哇，杀了前面那个头部好像不会有伤害啊，是硬壳是不是？哈哈！天哪！啊，死在树上了。收集一个皮肤。
啊，就这样突然消失不见了。快点，给我更多！这边还有一只爆头，爆头居然没死。爆头，两次爆头没有死，三次爆头也没有死，四次爆头死了吧？啊，拿到了一个成就，有点莫名其妙。好，捡完了，我们是不是结束了？这也很奇怪呢。啊，明明任务就还没达标，他写三的，然后现在就可以回去了，实在有点看不懂。哦，居然有五颗星，非常的赞。好，所以说这游戏这一关就只有五关而已啊。哦，结果哎，可以这样子获得75块钱。好，我们可以买精密步枪了，然后地点呢3500，所以说我居然要花，应该不知道居然要花，我居然还要再重打，饶了我吧，大哥。哦，我有点不太想玩嘞。我们今天玩了一款 fun game， 有没有觉得很开心？耶、yeah! ！这款游戏38块钱哦，而且是电脑游戏啊，对我来讲啦，就是很无聊啊。如果你们有兴趣，你们自己买来玩啊，我是没差啦。哦，你们要入这个邪恶的魔道，我也是无所谓啦。哎、欸，哦，因为老头已经先啊、成为你们的榜样，先入了魔道了。好啦，就是这样子啦。如果你们自己喜欢的话，你们自己买来玩啦。这款游戏呢，在 Steam 上面啊啊，要怎么搜寻呢？这边有一串英文名，标题上面也有英文名啊，你就自己去英文名复制贴上就找得到了，好不好？希望你们会喜欢。哎、欸，我个人是觉得，嗯。又玩了一个屎味很重的游戏，非常好。好啦，今天片先到这里结束啦。如果喜欢我的片啦，主要加个订阅，右下角的小坏下方留言。我是老头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拜拜。